一分钟吃干抹净有四题啊，真的。好，这一分钟好，加油，最后一分钟，请助理。在玩游戏机时，游戏卡夹有时候会出现灰尘。根据游戏公司的建议，请问哪一个清洁方式是正确的 ？A. 用吸尘器吸 ，B. 用棉花棒清洁。我的答案是 B。B 锁定。是吗？他如果建议要用吸尘器吸，那每一个家里都要有吸尘器吸了。感觉现代人的家庭几乎都有。那吸力会不会太大，把它吸坏？对。把它吸坏，猜的啦，猜的，是不是棉花棒来擦拭？请揭晓。哇哇，恭喜了，恭喜了。好，有时候我们的那个卡夹难免会出现一些灰尘哦，但是游戏公司一定要提醒大家，我们最常见就是拿起来，然后吹一下，吹一下，想把那灰尘吹掉。但事实上这是最错的，因为呢，当我们吹的时候呢，就会有一些唾沫星子附着在上面哦。这个时候呢，一旦这一些的唾液呢，在这个接点上面呢，就会导致零件生锈，或者是呢，会让它不好用。所以呢，也提醒大家呢，这个最好的做法呢，是用吸尘器，不是用吹，是把它尽量的吸出来。那也不要擅自冒用这个棉花棒去掏。否则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棉絮卡在上面，所以最好最好的做法还是拿回原厂去做清洁。大力拳转移意味着几一下跟你没有关系，除非祖雄他们归零。归零。好。现在没有提示。好。OK。没有提示。我靠感觉。靠感觉，对。对。靠感觉。继续装神弄鬼。请出下一题。性生活是伴侣之间的重要调剂品。台湾调查发现，影响性生活满意度的最大关键是什么 ？A. 伴侣的感情状况 ，B. 营造出的氛围感。我的答案是 B。B 锁定。影响性生活满意度，营造出的氛不会不见得每次都能营造氛围吧？我们会，我们会。哇哦，个人观点。哇哦，哇哦，对。我很开心，我很高兴愿意分享这么多，因为我看过有一些伴侣的感情状态很好，但是他们是没有性生活的，也有可能，所以我觉得比较没有直接关联，但也可能会有关联，但我觉得那个如果你有心去营造气氛，他总是做得出来，仪式感，对，哦，你称之为仪式感，是不是现在比较大家都重视仪式感？请揭晓。九成的民众呢都认为性生活对一段感情呢影响非常的重大，但是呢，居然也有七成左右的人是不满意目前的性生活状态，甚至呢，其实有三成的民众现在正过着无性生活。那到底呢，在这个性生活当中呢，大家在满意度的影响前三大的关键是什么？第一名呢，就是呢伴侣的感情状况，再来呢是性爱的前戏，有没有做足够的铺陈？第三点呢，才是男性的勃起硬度跟持久度。祖兄，我没有答错，是第二名，还在第二。25秒，哎，快的话搞不了两题，请出下一题。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夏天全球各地气温飙升，近日荷兰为了要推广避暑措施，在公共场所免费发放了什么东西 ？A. 水 ，B. 防晒乳。没了，没了。我的答案是水。水。A. 锁定。这题错了。祖雄加纳就赢了。希望是错。对。你看看那个女人，自己没本事。你看看那个战斗民族。对，自己没本事，等别人出事。不会啦，荷兰为了推广避暑，在公共场所免费发水干嘛？必需品啊。必需。它是必需品。对呀。对啊，降温吧。没有防晒乳不会死，没有水会。防晒乳可以避暑。哎呦，气温飙升。徐立文说到的重点，没有防晒乳不会死，但没有水会死。对啊。请揭晓。等一下，蛮有道理，我被说服了。怎么样？太好了。这两位吓我一跳。这两位吓我一跳。有这种查某啊？我们真的有友好。而且我个人啊，都啊，有些物也真骁勇啊。
然后直接咣，不要丢，你叫欢迎，叫欢迎，最开心，大家最开心。好，因为荷兰人呢，真的是得到皮肤癌的比例太高了，因此他们的政府官员就决定哦，在各个公共场所呢都摆上了防晒乳。那他们就希望呢，大家不要为了花费而不去买防晒乳，那轻忽了自己皮肤的健康跟安全。他们还挺可爱的，就是呢，过去在新冠肺炎期间呢，不是到处都有这个酒精消毒液吗？他们干脆呢，就在这个消毒器的里头呢，改成填充防晒乳，让大家随手都可以来做补充。哦，还蛮好的。三回合结束，最后奖金25,000元，主雄加纳获胜。哇！唯一组没有宣传的，反而得了我们的奖品。抱歉抱歉，来送他什么东西？好，我们要送给您的礼物呢，是美国情之宝爱之无面西班牙天丝保洁店双人组，智能型保洁店专家，荣获了美国 AFH 喘于过敏协会的认证，防水防螨超透气，六面全密封的床垫到五面床包式保洁店，还有枕头保洁店，提供健康定位的睡眠环境。送给两位，谢谢。又看了一次精彩的赛事，这三组人马真的很优秀，刺激紧张吧。好的运用你的智慧，掌握住每次的机会，才能创造属于你的命运。所以别忘了，这个周五没完，9点请准时锁定《全民新攻略》，拜拜。在社会走跳，总要有一两个益智题目放口袋里面，聚会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帮手。不要再考虑了，按下订阅的频道，加上小铃铛，全民新攻略，赶快来订阅哦。